大家好，我是乌英嘎。这是我们家今天早上下的小山羊羔。天冷，他在这儿抖呢，得拿屋里去暖和一下，不然他会感冒的。现在去找个盒子装一下。去年过年时候买的酒，剩的这么多，我用一下这个纸盒，它里面还有盒子，所以把这个拿出来。里面带个东西，它就可以暖和一点儿。他在找妈妈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可爱不？因为是刚下的，它身上还没干，如果两天干了，它就更可爱了。到时候给你们看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记得关注我哦。